啊，我因为经商失败，个太太跟我离婚，家己算有失志一阵，拢住厝，也无啥出门。后来家己算有听妈妈的话入去，啊，去找保全公司去做社区警卫。做警卫时阵，无意中去看到大爱台草根菩提的这个节目。因为每天所看的就是有一挂老奶奶，还是这个菩萨因，哦，拢咧真欢喜咧付出，所以我家己按社区开始学习做起。再来来一下嘿。感恩阮社区的这个主意，就为了我放这个环保回收，我咧量则愈做愈多，我就家己去这个树林的环保站去找树影，来给我载。即马大概一个月基本要有两车左右啦。之前我在入来做保全时阵，迄阵算多生意，多咱算失败，即经济方面也有较艰苦，啊，所以我就有休困的时间，尽量去找代班，个规身就是想上班啦，反正上班就有钱人啊赚啦。经济现主持是有较减轻啊啦，我就是等待有啥物任何的勤务，只要下我拢一切拢承担。哦，咱有今仔做暗班，我透早有闲，我嘛是来哦，用来环保站哦，加减来付出安尼啦，啊来同阮哦，甲大家安尼合心。文生师兄嘛是甲我讲，小张，唔通伤忝哦，我就逐摆讲，阿孙兄你放心啦，我袂啦，我钱拢遮好，我平日来大家食，我就讲真诶，遮欢喜诶。